有三位隊員都是上一屆嘅接力嘅運動員嘅，係啦，只係換咗一個，所以默契方面都唔會差到去邊。當時練習啲時間都係一樣，一起練跑，跟住順便就練埋接力。有默契咯，好似交棒啦，我同安然交啦，即係佢係第三棒交俾我嘅，咁啱啱都交得好順，一下棒一聲就可以去到。好啦，兒女子四乘一百米嘅冠軍係嚟自元朗區。但是啱啱多得即系安然啦，佢又讲咗，唔系我哋啲队友，唔系多得安然，唔系佢讲咗后面有鬼，跟住咧我就更加惊，跟住之后之下就搏命赛。